户外真的好，大自然会给你力量。人在大自然中，人和人之间是平等，没有大权贵族，没有明星大腕。人在户外里面讲究的是彼此信任和真诚，互相的协作，非常渴望这种环境。保持方向，慢一点。好。2011年就有机会去到了国外，发现了四驱车攀岩运动的一个魅力。四驱车攀岩这种运动呢，非同物种之间要协作，你和你的车要配合；同物种之间呢，是你和你的引导员也好，当你车出现故障也好，你们之间要协作。那么 Jack 呢，让我深深地被这个运动呢所吸引。那么既然美国是四驱车运动的发源地，既然美国呢有两大越野圣地卢比坎和迈阿密，那我们为什么中国不能有自己的一个四驱车越野圣地呢？实际上从发现这条路开始，很多人给我们泼凉水，就说根本就不可能，什么设备也进不来。最后呢，就说在各位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吧，我们终于这个把这条路修通了。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在修这条路上来讲，可能都战胜了自己。这条虎克之路成不成经典都无所谓，它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就是经典。我们有一个神一样的团队。四驱车这种攀岩呢，国内起步比较晚，我们算第一代。China number one. Yes. American number one. Okay. They've done a terrific job here. His Jeep park is quite fantastic, and it's done a lot of work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. For somebody who's basically started 10 years ago and what we've been doing for 50 years in OAB, they're progressing very fast and have done a wonderful job.戴维拉斯和迈克尔来呢，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震撼。嗯，这项运动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我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，我觉得是渴望那种美好。嗯，我们希望也能得到一些社会的认可。嗯，这些认可是鼓励我把这件事情坚持和做下去。嗯。那么，因为这条路呢，
它有一定的开拓和拓荒精神啊，而且呢，这条路呢，它的苍凉对你心身的挤压，可以对人呢的潜能进行最大的一个发挥，而且这条路呢，充分的会让你体验到自省。